Volvo 环保新兵，每100公里6.7 l 够悭油。政府自从4月收紧咗环保车税务宽减之后，唔少车都冇咗减税优势。但估唔到新到嘅 Volvo XC60 T5 就成功争取到成为环保车噃，车价有75,000蚊嘅税务减免，即刻加分啊！可以在同级 SUV 度诞出，成为罕有的环保私家车，主要是用了新款引擎和改了传动结构。前驱的 XC60T5 放弃之前的六前速波箱，改用有更多波段的八前速 Geartronic， 换挡密咗，油耗都减低埋。而全新两呢直四 Turbo 引擎就是旗下的 Drive E 引擎系列，效能比上一代提升，扭力输出增加了 30Nm。达至峰值的 350Nm， 而且是1500转就释出全部扭力，想再豪华啲嘅可以想下加钱嘅 option。 另一个环保元素就是加入了 EcoPress 模式，启动引擎 Auto Start Stop 功能，转速长期 keep 住喺低转状态，虽然反应唔多唔少会有啲外滞啊，但以中型 SUV 嚟讲，做到每100公里6.7 l 嘅油耗值都算唔错噶啦。不过架车仲用紧繁复嘅转换驾驶模式操作，如果改埋时兴嘅一键式就仲好啦。